牛肉炒面。
我们现在已足法定人数，现在继续开会。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劳动部主管非营业基金预算案的审查。相关审查原则已于昨日宣告，不再重述，请大家务必配合办理。相关增减预算之提案，若已与委员沟通完成，改为主决议者，请务必能在中午12点前提出，以利议事人员会诊及影印，并于审查完竣后一并宣读。下午，等一下哦。我们那个中午的休息时间哈，我们晚一点再宣布，就看我们今天审查的速度怎么样。因为今天下午4点还有协商哈。那再来，那有关这个劳动部主管非营业基金预算案之预算科目及提案已于昨日宣读完毕，现在开始处理。这是谁？没有，不是，因为我刚好在，不是。不好意思，我们再稍等2分钟，好。好，谢谢。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哦。来，那个第一案，还有一之一跟第二案，我们并案讨论。来，请业务单位。那个报告主席、各位委员，那么上个案协商结果就是减列200万元。减列200万。是，那是不是？请示主席是不是科目自行调整，就是照同的原则。现在没有特别说明，没有特别指定的项目，就是自行调整，就不用再重复了哈。谢谢。好，第三案吴委员的案子，改主决议了哈。第三案，好，第四，没关系。
是改主决议了哈。是是是。好。这个不用。第三案是3138万加主决议是。好，再简列一百，简列一百三十八万，外加一个主决议。是。第四案。第四案是这个简列200万加主决议。好，简列200万元加主决议。那个第五、第六案我们并案处理哈。那个署长，这个是你们内部自己有意见，也希望这个预算好不要就是有执行上的困难，是一个失败的计划，是这个状况，麻烦你们自己说明一下好不好？因为这是你们自己内部的意见哈，也是好跟主席还有各位委员报告一下有关这个全民监督检举计划哈。其实这个实施以来啊，从104年开始啊，事实上他检举的案件本来不多了，后来我们扩大一些范围，确实是案件数的成长看起来有成长，但是这个执行上面啊，我们各地的检察机构在执行的时候，包括县市政府在执行上面啊，会有一些困扰在哈，会有困扰在，因为现在都是小型工地往往在这个发生这个事情以后都事过境迁啊，那要去查证上面这个困扰性有相当的程度了哈。另外我们在发现说，我们这计划推动过来哈，它对于这个职业灾害的降低哈，好没有太大的显著的成效哈，没有太大的显著成效，所以我们在思考说，如果这个计划把它停止执行的话，我们在思考另外一种方式会比较有效，就是说直接去针对这个工地啊，或者相关的危险性的比较危险性的工作场所做直接的这个访视啊，发觉他有违法的地方，随时通知我们这个检察机构啊，马上去现场去做这个监督检查的工作啊，会比较来的有效。因为这个监督检查计划，这个我们送的照片来，这些录音带来，他花很多的时间去做查证的工作，往往在查证上面会有一些困难度了哈，困难度。那所以我们想说，是不是我们这个计划如果停止执行，我们是不是可以研拟一套其他的替代的计划哈，来有效的达成我们这个整个营造工地的。好，所以署长，你的意思是希望把这样的人力做更有效的发挥，是是，把这个预算做更有效的处理，让你们整个的这个职灾的这个降低有更有成效的意思。是是。好，那所以你们目前也就是在研拟另外一套的计划，没错，当中好，那我们在规划。那我请教一下，我请教一下说，那这个预算你是要全部停止执行，还是说要保留一部分？你们认为这个预算数，这个应该要怎么处理？当然，那个第五案、第六案，好，没关系，都可以发表哈。第五案、第六案如果说，因为我们现在还有在接受一些了，那明年度可能还是需要。如果可能的话，署长减一部分。那我来问一下，可以吗？好。我要讲说，台湾的职灾里面高空坠落是死亡率第一，而且占这个中小型企业高空坠落营造的环境，好，整体而言，这个受害最多的在。跟国际比较，台湾的发生率、死亡率最高的，都是在于跟营造有关的，甚至是跟高空坠落的。所以，对于营造工地这个全民监督检举计划，哈，事实上我们认为成效还要再加强。那你到底成效办得好不好？我跟各委员报告一下哈，那个从104年度开始啊，我们受理案件大概只有416件呐、哈，那成案的这个件数是297件，不过因为我们416件，那占全国的比例是多高？啊，全国比例是指哪部分的全国比例？就是说104年度你们大概会有营造工程类的有多少件数？那你受理的检举是400多件。成案的比例是多高？所以问你比例多高啊？那我是要告诉你，我屡屡的咨询过嘛，因为这个高空坠落或是营造这个高空坠落，事实上呢，只要雇主有心啊，
事实上去这个劳检之后呢，对于这个劳工安全的保障度会很有提高的，其实都是便宜形式。另外一种是赶工，他其实只要花一点钱，多花一点时间，就有好的环境，然后没有职灾。可是因为赶工的状况里面很容易出事，那我想这个对主席来讲，他当然很关心，因为跟原住民也有很有关系嘛。从事营造工作的，从事这个高空作业的，哦，其实都很多都是原住民的比例蛮高的。那我相信，如果职灾的话，相对之下，原住民的比例应该也不少。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其实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们是希望你应该要做更多了，是，应该还要做更多了。所以这个事情哦，你要好好，已经咨询过很多遍了。了解。你知道我咨询过很多遍吗？我知道，我也很关心这个营造工地的。营造工地和高空坠落，因为全世界来比，我们的死亡率和这个职灾率，在营造环境工程，还有在那个高空屋顶作业这种工程是非常高的。我了解，像营造业来讲，它的媒介物，大概比较高的就是开口施工架跟这个屋顶作业了。那我问你，检举有没有成效？有没有达到职灾预防的成效？就目前的这个职灾的这个就是营造业的职灾哦，看起来哦不是那么很显著了，那所以说我们现在想说，可不可以用刚刚委员有关心说，我们除了这个之外，有没有办法再想到另外一个方式，比较直接有效去处理这个事情？为什么这个像我们这个案子哦，常常都是事过境迁的，就是检举案件都事过境迁的。事过境迁，因为都是小型工地，来不及哦。对，来不及。可是出事的都小型工地，我了解。因为大型的，因为大概大型的营造股票上市公司，大规模的营造，他们压力比较大，因为跟企业的社会形象有关。对，反而是他层层转包下来，或是不是大型营造的那种小型工地，他的公安风险是比大型的还要高的。了解，所以我们希望说，如果有能够研拟一套制度，是立即给他监督纠正的时候会比较有效。那你要赶快想啊！是，我大概是这样。我们是就是说这个部分哈，我尊重业务单位了哈，就是说我们也不要浪费钱。那到底这一笔你们是要就是保留多少预算，还是要全数删除？那另外我们再外加一个主决议哈。那林淑芬委员也很关心，那我也非常关心。所以而且我还有一个原住民朋友，他是在做这个大楼清洁的工作，他每天都是像那个蜘蛛人一样吊在这个大楼的外面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是非常的关心。嗯，那这个我们就额外再加一个主决议，这样好不 好？那你们也要尽速，那个主决议就是我们赶快框个日期，然后尽速研拟出一套有效的方式。那我请教一下你们这笔预算，那希望怎么处理？我这样子的话，我建议，谢谢委员的关心了哈。那我现在是不是建议就是说，那就减列半数，就是350万。半数哦。是。那您的预算不就无边了？啊，我要把它转化成另外一个方式去做处理啦。我尽量想办法，但是如果说你现在这个剪几句话，你要弄，我们要弄别的预算也要去处理啊。不然这样好不好？你这样子就是说，我不晓得你们这样子框这样预算是不是可以就直接从这预算里面做一个计划上的修正？对，我不太清楚，因为这个会计上的。来，没关系。你不在乎，好。那这样好不好？那我们是不是就部长要补充吗？还是说我们改保留的，我们改冻结的方式，然后你计划提出来让你？我觉得委员这种鼓励哈跟期待，我们应该要好好把这个钱做有效的运用。所以大概很少说委员要给我们钱，我们不接受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勇于承担呐。勇于承担了，这个700万我们就留下来，好好的规划，把它做有效的应用了。那这样我们就好好的规划，好的规划。所以那这样好了，来，署长，你评估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冻结数，因为我们要追踪嘛，哈，要追踪。那你如果计划不好，我们这个钱下去也没有什么用啊。好。所以
你自己说个数字啦，哈，就是说你要冻结多少，冻结多少，然后我们就看检查你的监督你的这个计划执行，然后怎么样让这样的效率，好，我们整个职灾可以真正有效的降低。好，好啊，那个检举的部分让它真的有效，好不好？好，谢谢委员。那就这样子吧。刚刚我已经讲的就是说，如果要改冻结，我们把它转换成另外一种方式来做处理的话，那就是这个冻结350万嘛。Okay. 那我们就这个一半的经费，我们赶快来执行这个全民监督计划。那等我们那个计划确实在执行，不过可能要等到那个解冻，那个我还是会去赶快去拟计划执行的、啊，哎。署长，我觉得今天很奇怪，怎么变成是我立委在护航预算，然后你好像不在乎你的预算？因为你对你们来讲，不去执行这一种职灾预防的这个劳检计划，对公务人员来讲得少做少错，不做不错，反正你们钱越少越好。可是我们就见不得这样子，我们要的是劳工职灾越少越好。你说这个计划执行成效不佳，所以顺其自然，顺着主席说的，看要冻结一半，然后到时候也不提解冻也没关系，我不要你这样子。不会不会不会。我们要你要做更多，在职灾预防方面要做更多。对啊，因为还有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从不减列预算，不是从不，除了尊节支出以外，大概很少提减列，是因为要把事情做好。而今天的台湾的职灾发生率，跟营造环境、跟高空屋顶坠落、小型营造、小型的建筑工程，都是台湾最高的职灾发生率的案件，都在这里耶。这个比世界平均还要高很多耶。我感觉你好像350万不想要了似的。哎，怎么会今天变成行政部门？我要告诉各位同仁，就是说，行政部门有时候你钱把我删掉，刚好不用做事，他更爽。我觉得今天好像有这种味道，哎，你350万冻结，要提一个你的执行预算方案的转向，但还是在这个高空或者是营造作业、营造工程和高空防止高空坠落。但是你的执行方法可能就不一定是检举，还有没有别的方法？350万的冻结，一定要提一个转型计划，然后一定要到立法院来解冻，而且一定要做。不解冻，结果刚好预算达成率350万，达成率100%。如果给他700万，到时候决算的时候，搞不好做达成率只剩下70%，这他就难看了。我今天反而觉得要预算了，留给你，而且要你好好的做。好，我想刚才我一开始我有请教嘛，我请教业务单位嘛，那也不是今天应该不是署长顺着我说我冻结多少，因为这个不是我讲的哈，我这数字不是我讲的，我是顺着，好，我刚刚是我也顺着林委员的建议哈，也觉得说好，那如果说这个计划是可以转换的，那我们就不要来删除这样的预算。那我刚刚也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要外加一个主决议，那主决议的话，我们就好好来要求这个职安署把这个部分做好。好，那我想这个大家是有共识的啦，然后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好，我刚刚听。我不认为署长是不做事的。好，你刚刚已经有很主动的表示说要把这个预算做一个更有效的执行。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大家对你很有期待啦，哈，没有人叫你下台，对你很有期待，就是赶快把这个事情做好。那个等一下我们就准备一下，那这个这样是不是好，在场委员好提供一下意见，是不是就同意署长刚提的，我们冻结一半的预算，然后保，对，他如果觉得这样是可以的，好，或者没有，你可以，你就说一半就一半 ，OK 就 OK。如果要降低就降低，或者要提高就提高。我今天我们今天讨论就是，
署长，你到底要不要做这件事啦？要如果要做，你连动二分之一，我都觉得你做不了嘛。因为这几天你们劳动部怎么样说服我们不要动我们钱？因为动了就会像今年105年的预算一样，被动到立法院根本动弹不得啦。所以你如果说你还是同意动二分之一，我觉得你这件事你是不想做。对啊，不能这样子。那现在委员支持你，那你就不要动啊，直去执行啊。好，哎。OK， 好了，没有，不是，鲍部长，我不是不做，我现在讲，我不是不做，你要加主决议，我一定会做，不是说动了我就不做，我这边要跟他澄清一下，对对对，就是说委员说，因为委员会问我说要动多少钱嘛，我就评估了一下，实际上发检举奖金的这个案件数，因为他是要实际的案件数要去做处理了哈。所以说委员问我一个数字，如果委员认为说这个数字啊、哦、对于我执行上面有质疑的话啊，那看看我要降低也可以啊，那个就是100万或者200，那这样子啦，我具体建议啦，如果说可以的话那就不动，如果委员在讲的话就不动，如果说觉得我要动一点给我让我去努力执行的话啊，因为还有一个主决议嘛哈、哦、还有一个主决议我一定要执行，那如果说这样子的话，那看看是不是就动个这个100万哦，动个100万，让我来做了，哎。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啦，就是你们可以把它执行好是最重要啦。那所以那这个部分，你要不要比较具体？部长说好了啦。我谢谢主席跟各位对我们的期待哈，我还是勉励我们的同仁，我们就拜托大家不要动。我们从昨天到现在，我们的一贯立场就是，请大家尽量不要动我们预算，让我们好好的去把这个事情做好。好，好不好？就是我们这些事情，我们拿成果来跟各位做一个交代，我们就不要动，我们就把它做好。那这个部分我们是就改为主决议，是，对。好，那我们就是也要定期，也会要求你们定期来做报告，哈。是，好。那最后我们要看你们这个计划改内容改了之后，那个执行率是多少？是。好好，谢谢。好，谢谢。5、6案并。一个另一个主决议。好，来第七案跟委员报告啊，就是简列273万加一个主决议。好，简列273万加一个主决议。是。好，接下来第8案。好，遵照办理。接下来我们处理就安丁基金的部分，那个收入的部分哦。第9案，报告委员，第9案已经跟委员沟通改主决议。第10案。第10案也是跟委员沟通好，动50万，冻结50万，是。第11，跟委员到11、12、13案，我们并案讨论。是，等一下哦，我们这个促进国民就业计划有9个子计划哦，所以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先跳。我们从第18案开始，从子计划的部分开始处理，之后再回头哈。18案，等一下哦。他那个杨耀的，好，我知道。18案的部分，报告委员，18、19两个案，委员同意并案。并案处理，简列50万。好，18、19案并案处理，简列50。来，再来，我们20、21、22处理三个案，同意并案处理，3、1500万，简列1500万，1500万是。第23案。第23案，委员同意简列60万。好，23万
二三案减列六十万，二十四到二十六案我们并案处理。现在二十五跟二十六委员虽然同意并案处理，然后呢也减列一定的金额，但是中委员这边我们需要再沟通，所以这三个案子，那先保留，可以先保留吗？那个，等一下我先请教一下，二十五跟二十六案各是你们讨论的结果是什么？二十五、二十六案，两位委员是同意并案，减列一百万。然后动两千万，减一百，就是吴玉琴委员是冻结两千万元，然后黄秀芳委员是减列一百万元。是。好，那我们等一下。好，请吴委员。没关系，那个听他们。有关这个，我。在重视的是照顾护员训练的部分啊，哈，一直在关注的是，过去在九十九年的时候，你们，原来是由地方政府在训照顾护员哈，那结果九十九年因为立法院的一个决议，就把所有收归到你们，当时的职训局的分署啊分局哈再来承办，结果这几年每年大概训了六千多人，可是我们的留任率实在是非常非常低哈，这个模式一定要改变哈。我们现在长照 2.0 正在启动，人力是最缺乏的一块，所以昨天已经跟部长讲了，你不要成为长照 2.0 的绊脚石，所以一定要赶快来跟地方合作，尤其是交给地方来做自办自训。但昨天跟署里面沟通之后，还有就是跟卫福部沟通之后，他们也担心的是整个这个衔接，如果现在直接交给地方政府，有衔接的空窗期，所以他们是希望说前半年先采双轨，双轨是说自用自训的部分，好，交给地方政府来办。好，这一块原来你们有编预算，请问这编多少？因为资料上面看不到金额，哎，自用自训的部分。自用自训的部分，我们编1600万。1600万，那这部分是可以匀资还是？对，这部分是不是先下去给地方来执行？那不要限定在偏远地区，因为现在用人哈是非常需要的。你们之前是限定在偏远地区，没有特别限制，就是所有的县市都可以来申请。是啊，那就是在上半年，我们的分署还是继续执行。上半年的预算专班是专班的部分是，那可是在这半年你应该要跟地方开始协商，下半年由地方来开办。好，谢谢委员，没问题。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昨天也跟卫福部，因为我是觉得这件事应该卫福部跟劳动部都要非常积极的去协调，可是就我知道你们只开一次还是两次会议而已，我觉得真的是不够，所以我觉得署长还有部长都要盯着了，因为我觉得长照现在最重要是人力的这一块，一定要赶快来推动哈，所以如果你这部分可以做得到，我有提了一个修正的文字哈，大概希望明年在4月30号以前，你可以把这些相关的原则哈，就是说上半年你执行对，但是你所有衔接应该在4月底以前，应该把衔接的工作做好，好不好？没问题。那我可以少动一点，好，因为我知道你们动了之后，你们执行率会很有问题，我知道，因为现在我们立法院的生态确实会让你们动弹不得了哈，所以我可以减动。到200万可以。好，谢谢委员，谢谢。我要求的东西不为过嘛，哈。是，一定做到。是，谢谢委员。那黄委员有没有意见？好，没关系，那等一下我们再看。二十六万改动。二十五万减列一百万元，二十六案改冻结200万。好，谢谢委员。好，那待会儿我们中委员来的时候，我们再跟他沟通，再看总这三个案总的怎么处理。好，来那个二十七、二八、二九，二十七并案处理是。可以，因为都是那个同样的一个计划哦，可不可以27到33案的第一项全部并案处理？因为他们都是青年职能开发的计划，而且已经跟委员沟通。
就是27、28、29、30、31、32，还有33案的第一项。27、28、29、30、31、32，对，还有33的第一项。那已经跟委员沟通好。那这里呢是包含民事高徒的计划并案处理，动800，哦，冻结800万，然后呢减列5000万。27到33的第一项，并案处理，对，他们都是青年职癌开发的计划，那包含民事高徒。好，所以包含民事高徒。27到33案的第一项，哎，第一项并减列5000万元，减列5000万，动800万元，是。那都有跟委员沟通好，那这里是包含民事高徒的计划。好，来34案改组决议，34案改组决议，哎，同意。35跟36案，35案跟36案，跟委员沟通的结果，那个减列581000，冻结1000万。所以这边减列58万1000元。对不起，我这边修正一下，抱歉哈。就35案，因为我们本来是希望并列了，但是洪委员没有同意哈，抱歉哈。所以我们35案就是吴坤玉委员的部分是减列58万1000，然后呢冻结1000万。那洪委员的部分呢，谢谢同意冻结1000万。好，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是不并案各自处理，嘿。那没有，就结论是一样的啊，就结论是35案六就是减列58万1000元，然后冻结1000万元，嘿。然后36案冻结1000万。好，来37跟38案我们并案讨论哦。37、38，委员同意并案。减列500万。好，这两案并案减列500万元。哦，对不起，是冻结，是冻结，是冻结500万，抱歉，冻结500万。哎，冻跟减差很多。对，来回就差1000。抱歉，抱歉，冻结500万。好，这边37、38案改冻结500万元。39案。39案，委员同意减100万。好，39案减列100万元，40案，40案还要再跟委员沟通，好，先保留。40案先保留。41、42案并案。41、42案委员同意并案，冻结300万。冻结300万元。好，43案。43案，委员。同意冻结，2000万，然后呢，提案的文字要做修正。那这部分呢，我们还会再跟委员再做文字的确认。好，那43案冻结2000万元，文字的部分再做确认哦。那等一下再补上来。好，谢谢。44案，44案跟45吗？44案是委员刚刚沟通，他先保留。好，我们先，因为我们还要再先保留，是不是？45案，对，44、45是可以并案啊。那刘委员的意思是，他有一些意见，可能要我们说明嘿。然后另外的话，林委员他同意说减列500万，动1000万，但是呢文字要做修正。好，请林委员。
好，谢谢主席哈。这个案子是这样，因为上次我们已经也去调了资料出来，就是检讨了你们这个鼓励失业劳工受雇特定行业作业要点里面，那这里有一些这个你的作业要点有一些执行的还不错，但是在长照就是我们讲的机构内的照顾服务这个部分执行率真的很不好，而且其实也真的不符合现在我们在长照政策里面的一些做法哈，尤其是去补助机构内，我们也不希望这样做，所以我们。这边最后跟你们讨论，就是说删除500，动1000，好，1000的目的是希望你们去做检讨，就是说我们还是希望劳动部可以持续的来协助长照这个长照人力的协助跟补充。那这500呢，其实是我们也仔细的算过，就是不要干扰你们现在已经在用这一个计划正在做的这一些从业人员。好，所以从目前在这一计划已经进来从业人员，我们不动，我们还是让你们好好的把它补助，好好做完、嗯。但是这个案子就不要再这样做了，好，整个精神是这个样子，好不好？好，谢谢委员，我们会跟卫福部做更积极的沟通。好，谢谢。好，46案，46案这个跟委员沟通哈，是不是？两位委员都同意46、47哦并案，减列200万。就业服务据点，对，减列200万，减列200万，48到51共4案，48到51的话，还有那个陈英委员的第二个计划，哎，我们是不是建议并案处理？等一下，哪一个？在第33案，因为他不好意思跟前面33案有关。33案的第二项，那委员也同意，我们是全部拆案，然后呢并案处理。33案变成是有3个案，3个计划，那拆其中的相关的这个计划到这里并案处理。结论是，33、48、49、50。跟51这几个案并案，然后呢，冻结1000万。谢谢。好，33案的第二个计划，还有48、49、50、51这几个案都并案处理，冻结1000万。好，那我们就重新写。好好，谢谢。好，来，我们处理第52到57案，共6案哦，这一样的案子，我们并案讨论。这几个案子，委员大部分是同意用动5000万的方式处理，但是我们还需要再跟中委员再沟通，所以建议这几个案子就先保留。其中，李彦秀委员，我们沟通的结果，他是冻结5000万，然后呢减列2000万，其余33、52、54、55跟57这几位委员是同意动5000万。但是中委员我们还需要再跟他做沟通，所以这个案子我们建议是不是并案处理，但是先保留。那个中委员来了，请问中委员，那个56案的部分你是要先保留是不是？还是你现在就是先青年领航计划，先就业再升学的青年领航计划。56案。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中委员同意并案的话，这6个案子就等于减列2000万，然后冻结5000万元。你们同意哈？好，7个案吧，七个，还有陈委员您的，嘿，其中的一项是您其中的一项，那我们再补，嘿，所以
总共是七个委员，七个案。还再来五十八案。五十八案，跟委员沟通同意减列200万。好，五十八案减列200万元。五十九案。五十九案，委员同意减列200万。减列200万元。六十案，六十案委员同意改主决议。对，好，六十案改主决议哦。六十一案，六十一案的话，同意改主决议。好，六十一案改主决议。六十二到六十四案，我们并案讨论。是，委员同意，并案减100万，动1000万。另外再加一个主决议，减一百，动一千，减列100万元，冻结1000万，然后呢加一个主决议，然后再加一个主决议，是，哎是，中文，是，来六十五到六十七案，三案，还，那。主决议是中委员 的，对对，六十五到六十七案，这三案并案处理。我们六五六六六七六八，哦，委员同意。加六十八。对，并案。好。减列150万，动300万。好。减列150万元，冻结300万。三百万是。来六十九跟七十案并案处理。并案处理，冻结1/20。好，六九七十冻结1/20。七十一案。七十一、七二、七三、七四。对不起，七十一跟七十三并案。七十一、七十三、七十三并案，并案减列200万，减列200万元。那然后七十二跟七十四并案，动200万。七十二跟七十四并案，并案冻结200万，冻结200万元。凤凰是。创业减在创业凤凰，是是那个并案减创业凤凰，哎对，全部减是 ，OK 好。七十二跟七十四，是。有一个咨询辅导的服务计划。对，可是七十二案蒋委员的他是有两，那所以你现我们是动那个创业咨询辅导服务计划。好，七十五案。好，谢谢。七十五、七十六并案，减列400万。好，七十五跟七十六案并案减列400万元。然后呢，七十七到七十九并案啊，对不起。好，七十七到七十九。七十七到七十九并案，委员同意减列100万，动1/20。好，减列100万元，冻结1/20。好，第八十案。八十案跟委员报告以后啊，他同意减列100万。好，八十案减列100万元。是。来八十一案。八十一案，同意委员减列50万。好，减列50万元。
82案。82案也是同意委员减列100万。好，减列100万元。83到85案并案处理。83到85并案，减列102万。然后呢，85本来有一个主决议的部分，再加一个主决议，是。主决议是我的。是是，加一个主决议。嗨，哎，你出现了。好。对这个案子，我们是同意这样子简略哈。哎，麻烦部长一下，部长，请部长。我也好，我还是有几个问题哈，就一并跟部长做个提醒跟探讨。是是。第一就是有关凤凰贷款的部分哈，可能。第一就是有关凤凰贷款的部分，程序的简化等等，你们可能要赶快去把整个流程弄得更完善一点。是。好，第二个就是我一直在讲的在离岛偏乡设置创客基地。是，上次委员提过。事实上部长名师出高徒，之所以那么多委员有意见，这笔预算那么多委员有意见，除了就业率不彰以外。事实上就是资源的分配不够平均。好像本席的立场，我是觉得我们应该要力求把国家的资源很公平的分配。好，特别是怎么落实政府照顾弱势这样子的基本责任哈。你们要去那个，我大概2个礼拜前有要求在澎湖设置离岛的第一个创客基地，那部长是答应1个月内要评估，对，是，好，那我也借这个机会跟部长再一次提醒，好，要好好的评估，是，没问题，在进行中了的评估，因为其实在离岛偏乡有一个创客基地，除了可以扶植在地产业以外，也可以发挥它的地方特色。好不好？好，没问题。好，谢谢，谢谢。等下，刚刚那个。好，第86案。报告委员，那本案经那个委员同意，3减30万元。好，减列30万元。好，我们现在回到第14案。等一下哦，来第14案那个一般服务费的部分。14案、15案，委员已经同意并案处理。所以，减列5000万。减列5000万元。是。第16案。第16案。委员同意改主决议。好，改列主决议。第17案。也是同意改主决议。好，改主决议。第。来，现在再往前看哈，来第11案到13案，促进国民就业的部分。好，跟委员沟通哈，11、12、13案是并案，减列1亿，动1亿。我们是，那我们希望啊。可不可以让我们包含在里面？因为后面有好几个案子，也都是促进国民就业。对，刚才我们讨论都是促进国民就业，那现在就是说，所有的减列数，刚才第五个案子就减了1000，那现在就是要把下面全部都包起来，那所以是1亿再加后面的案子，还是对啊？我们希望是包在里面，就是你的减列是含在
是含在这五千万是含在这一亿里面，我们再跟委员再做说明。哎，那个我请教一下在座各位委员的意见哈，因为刚才我们从那个子计划开始审理哦，那现在就是他们提这个促进国民就业这个大项的计划，减列一亿元，然后要这个就含在你们刚才提的那些案子子计划里面，因为我们这是主计划，然后后面是子计划。他们的那个主计划删减一亿之后，那我们刚刚后面提的那个子计划的部分就不会再额外在这个一亿里面再往外加，就是含在里面了。我们先等一下，好吧？我们先建议委员先保留。哎，你们仔细算一下，看有没有超过那个额度、啊。好好好，谢谢谢谢委员。对，而且我原来有杯子，你还在哪？因为等一下会装。来，我们现在处理87跟88案并案讨论。好，87、88案，委员已经同意并案，减列100万，冻结600万。另外呢？在88案的冻结理由，就是提案表的冻结理由里面，倒数第三行，严毅、完俊、家事劳工保障法、完俊这两个字删除，那也跟委员沟通，委员同意。87、88减列100万元，冻结600万元。然后那个提案的提案那个有文字做修正哦，是文字修正。89案，改组决议，委员同意。好，90案，减列100万，减列100万元。91到92案，91、92案委员同意并案处理，冻结300万。这两案合并冻结300万元。第93案，93案改主决议，改主决议哦。来，94到96这三案，94到96，94案减列100万，94减列100万元，然后是95、96、97。委员同意并案，所以94案是不并。94案就是单独一个案，减列100万。然后95到95、96、97，委员同意冻结200万。好，冻结200。那98案。98主决议。好，改主决议。是。99案。是。99案的减列，冻结100万，冻结100万，然后另外再加主决议。哎，这个已经交上去，好好。好，我们主决议现在交上来哈。来，100跟101案并案讨论。没有并案，没有并案。100案的话，这个烦了他，就改冻结100万呢、啊。我是要问说，你们这个计划到底执行的问题在哪里？中介，当我们在修救扶法第52条的时候，然后在网络上啊，跟这个
这个安置中心的相关部会在那里打架，然后打了笔仗，也打了口水战，然后都说啊，这些安置中心啊，靠着这一些逃逸的外劳，然后再赚钱，有没有这件事情？好好的说一下。第一，第二，结果我们去调资料发现，原来中介业者安置的逃逸外劳领的钱比这一些 NGO 去做安置领的还要多，所以中介业者到底这样一连串的抹黑之下，都没有看到劳动部出来这个反驳，也没有发布任何的新闻稿，任由这种吃反正谣言呐、啊，流长吃短肥短，在那里散布，而且是不正常的观念，在恶意的斗争，然后打到上新闻媒体，然后还去买媒体做假新闻。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要问，到底有没有拿国家的钱，然后帮助这些所谓的逃逸外劳，是叫非法的逃逸外劳吗？然后去安置的人都是赚钱，为了赚钱为目的的吗？啊，你今天好好讲一下。向委员说明哦，所有的安置哦，都必须要按照法律的规定哦。安置？那他说在那里的都是有非法的情势的外劳，有吗？没有，安置的都是合法的外劳。那他们说他在那里面收留中心，所以在那里面都乱搞，连男女情爱也乱搞，有吗？所有的安置其实都要经安置案件都经过地方审查，那当然我们也会有一些的了解查核的一个机制。有很多违法违规的事情吗？我们是没有接收到这样的一些陈情或者是讯息。那这些安置帮你们做安置的，不管是中介或是中介指控的 NGO， 不管是 TIWA 或者是天主教安置中心。造福协会、群众服务协会，有特别是桃园的中介特别指控了群众服务协会，说他们是绑架着这些外劳，然后再靠这个在赚钱的，是这样子的吗？他是赚钱为目的，能够赚钱吗？基本上我们是有安置要点、哦、所以呢，所有的安置单位安置的措施都必须要按照安置要点的规定来办理。那我问你，给群众协会一年大概安置的费用多少？给中介业者一年大概安置的费用是多少？跟委员报告，这数字啊、哦，我现在没有统计啊、哦，是不是给我们时间？那谁比较多？应该是安置单位比较多嘛。中介业者做的安置的数量和费用比较多，还是群众协会？是不是容许我们做了统计之后再跟委员来做报告？你不知道，你都没有在关心，平常没有掌握数字，连多少这种概念都讲不出来。那我再问你，我们现在这种，是因为开放了85岁轻度就可以申请这个外籍移工看护，结果大概这个。劳雇双方争执事件有没有上升？劳雇双方这一年来、这半年来吵架争执事件有没有上升？没有做这样的统计。那你们的安置数量有没有上升？安置数量的话，现在我们统计的是安置单位的安置数量啊。对啊，有没有上升？没有特别的上升的这样子一种情形。嘿，那现在主席提案说，安置天数并未对外公布，或者是说纳入劳动统计年报，那你们要做吗？你觉得这个要做，必要做吗？有关于这个安置的相关的情况啊、哦，那如果说统计，那有助于我们在很多制度面的检讨，那当然我们是可以做。那你会公布一一公布每一家，包括中介业者安置多少天数领多少钱吗？
公布，我们会公布是一律平等的嘛？我们会斟酌，就是说适不适合公布，公布它会不会产生一些这个副作用等等啊、哦？那或者是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纷扰，我们原则上统计这是我们应该做可以做，但是呢，公布的事情，是不是容许我们要做比较多的评估才来做最后决定？但是我要提醒你。这个政界一路下来，为了反对我们修法，然后在网络上不时的抹黑谣言非常多，但是啊，就以安置这件事情吵得沸沸扬扬，你们都没有出来反驳，你们也没有帮这群帮你们在安置的人讲过任何一句话。跟委员报告哈，我们是在我们的 Q&A 上面是有特别哈去谈到啊、这个有关于这个安置的问题了。这个部长、市长，关于有时候网络上沸沸扬扬不实的谣言，你们要适时的新闻稿要发布，要反驳啊！人家是帮你们安置哎、欸，不要变成好像挟着外劳在赚钱一样。那一群人每个人的能力啊，不是一个月领两万五、三万元愿意去做的，半夜发生事情就要马上跑出去的、欸。帮你们半夜发生虐待事件，他半夜要出去配合你们出去安置、欸，哎，这种事情任由中介在做，这种事情很严重啊。所以哦，刚好这个案子在的时候，我们是希望你们好好做啊。好，谢谢，谢谢委员，谢谢。还有吴委员。主席，原来这个提案看起来是对于资讯的公开，需要行政部门来做一些检讨跟呈现呐，哈，我这边比较想建议说，是不是不要冻结，然后改组决议啦，哈，这个当然是一个请求，因为在这一次我们在修就业服务法52条的时候，其实仲介对我们的抹黑哈，劳动部一直都没有帮我们出来做说明哈。有吗？我觉得我们一直都被抹黑得很严重哈。那我是就外籍外劳的一个临时安置，大概分两块啊，一个就是一般的安置啊。那这个部分的决定权在地方政府，不是在劳动部了哈。那安置费用其实一天才300到500，好，很少的啦哈。这个钱其实真的很少。那另外一个是讨好外劳的部分，那是在不在劳动部，也不在这个预算里面，这是移民署的预算了哈。这个我们今天就不管它哈。但是如果从一天500块的这个安置费用，最高哈500块的安置费用，其实这个费用在实务界刚刚提到的这些安置机构其实都不够用的，大部分他们还要靠募款才能支撑这样的一个运作。所以 NGO 在做这件事根本没有什么利，应该说没有什么利润可言呐，哈，都是真的基于人道，哈。那所以我建议是这一笔钱不要动，是不是改组决议？我觉得陈委员要求的说，哎、欸，你要相关的资讯应该公开啊，透明啊。我相信这部分应该是我们行政部门早就该做的事了，哈。所以是不是能够尽速来处理？哈，所以这也是跟陈委员的请求，我们是不是可以改成组决议，不要动这钱，因为实在钱也是太少了，哎。其实这个哈、哦，你说这个外劳的部分哦，我觉得大家会忘记，会忽略我为什么要针对这件事情好有意见。其实每次讲到这个安置费用有一天500块钱，看在我们的眼里其实是很心酸啊，因为外劳来台湾，好，有上述的各种状况，那还有安置费用一天500块钱。那原住民从原乡到这个都会区来工作，那也是常常有很多的劳资纠纷，然后也会有一些有很多这个不为人知、很心酸的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我们其实身边很多人其实身上不是有很多，并没有很多的这个存款啦，那所以在一下子可能被老板 fire 好，或一下子有出现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哦，我觉得我们今天被沦落到跟外劳来相比，其实是很悲哀的事情。那所以就服法52条通过了。当然我们看了，我们很羡慕啊，因为有更多的这个工作的这个保障哦，我们其实这个部分我们是没有的，所以我想也借由这个案子，
我是要特别提醒你们，在原住民的部分，你们是做得不够的。那比照外劳这个一天有安置这个，我另外编定啊，叫他们另外编定啊。啊，你讲的时候我也没有打断你啊。叫他们另外编定。那我讲的时候你也不用打断我啊，互相尊重嘛。奇怪，就是动，今天动一下，你们就要跳起来。那冻结也不是删除，也不是怎么样，冻结而已呀、啊。那冻结当然还有排解冻的机会啊。今天你就针对我的什么案子，你都很有意见。对，就事论事。对啊，就事论事，我就讲就事论事，大家尊重彼此的发言嘛。我也没有一直打断你啊。对啊，每个章委你都要起冲突，都要有意见，都要跟人家，你要守规矩啦，不要太霸道。谁侠怨？我要跟你有什么怨啊？什么侠怨报复？我替原住民讲话有什么错？假借原住民啊，帮种业者报复。我跟中介业者没有什么关系，也没有什么仇恨啊。莫名其妙。反对修法的就你啊，公开在董事会也公开反对啊。我反对，我是为了我们原住民。你不要在那边什么假借什么名义。就不法52条跟原住民有什么相关？你要再拿原住民当你的遮羞布。遮羞布。外劳政策要重新检讨啦，外劳确实排挤原住民的工作机会啦。要公文件了，好不好？就成就对你一个人就成，反正你的事情你就成就你自己哈，你就比较高尚，跟每个人都杠。跟每个招委你也杠，跟每个主席也杠，你当招委你也杠人家。就在就事论事啊，他不会向你绕跑。对啊，播出去就播出去啊。你是劝他，不是劝我。我继续审查吗？有人不在审理会比较顺利、啊。第100案。99案维持冻结100万，家主决议。你们有事情可以好好商量，用这种方法。你们是在帮倒忙啊？那是你的好朋友。好，第100案，委员同意减列100万。第100案减列100万元，好，101案改组决议，那102案呢？委员同意3减50万，减列50万。你说102是什么？102案减列50万，102之一，102之一减列100万。还有主决议，
103跟104并案处理。委员没有同意并案哦，所以呢，103案是减列100万元，然后104案，冻结200万。105案。105案，委员先保留。106案。106案，委员同意冻结100万。107到109案，我们并案讨论。好，那个提升劳工福祉计划是一个大项的计划，我们先从子计划的部分开始处理。好，111案跟112案，我们合并讨论。跟主席报告，112案那个杨耀文的案子，他同意并到林伟的案子。那刚才有跟委那边协调，就是，和减列300万，然后加一个主决议。减列三。对，林淑芬那边。这个。是。啊，113案。等一下，所以这怎样？两案并案减列。300万。然后111案，然后加一个主决议。对啊，为什么要减？为什么要减列这个钱哦？事实上，就业安定基金都是因为雇主聘用外籍移工，那对台湾的就业产生的冲突。那虽然我们都知道说，事实上呢，很多的这个就安基金缴这么多钱很多，大家都在想这块钱没有钱就往这里搬。那我为什么提这几个案子？是因为。事实上呢，这种推动尊严劳动计划，因为就安基金要用的是去因应这个就业冲击，所要做的最核心业务大概都是拿去做职训，哈，后来也搬去做一些别的，但总不能把劳动部所有的业务通通用这一笔钱来支出嘛，总不能外劳就台湾劳动部的这个业务支出嘛，靠着大量引进外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难怪外劳政策会越来越松，因为收的越多，钱越多，劳动部很多公务预算应该要编列的预算都从这里来支应。那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基金到底是这样做下去是对的吗？所以啊，老实说，我是不认为应该减列，应该是除了就业冲击的配套要做的事情以外，其他都不应该在这里编列了。啊！但是大家就说一定要做啊，因为公务预算没钱啊，没钱就从基金里面搬钱啊，那这个事情非做不可，那真的是把这里当什么？当小金库哦！哎，以前那个谁骂谁啊？潘世伟骂林三桂，国民党执政时代，潘世伟就骂林三桂说：“哎，这个小金库啊！”我今天是不愿意再这样讲了，反正萧规也潮水了，所以我也讲说，我们要予以给他适度的减列，希望部长、次长、全劳动部都要记得，不是靠引进外劳，大量的放宽，然后收更多的就业安定基金，然后来办理劳动部的公务的这个用途的计划。不是这样子的，基金是专款专用的，要用在对的地方。那事实上呢，为什么会剩这么多钱？因为
我们知道本来是怕排挤作用啊，事实上是地这个现在开放了很多行业啊，其实是不太很多年轻人愿意做，但是并不是说没有排挤到就业机会，外劳大量的引进拉低了台湾人的这个薪水，这个效果是很明显的。他可能在工作排挤上没有很明显的排挤，但是在薪水拉低的效应上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某种程度也在冲击着台湾的这个就业市场。那如果这个供需跟价格有关，那薪水难怪会下降。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倒不如我们应该来提发放这个加薪计划，而不是提这种公务预算要去编列的什么推动劳动尊严的这种宣导计划，应该要提加薪，每个年轻人薪水不到30,000的通通都加薪，搞不好这还是相当因应外劳大量引进之下的冲击，给低薪化的人，给低薪化的受雇者加薪，还比做这件事情还更重要啊！所以搞不好你应该回去好好想想看，不是萧规曹随，不是计划跟着做，应该要转型了。很多以下下面的都是一样，应该用公务预算去编列去做的，而不应该挪用基金来帮你们做了。基金要回归正途，我觉得我提的加薪计划很好啊。比如我们讲说，这个派遣不是那个叫什么无薪假，无薪假也要有无薪假津贴啊。无薪假津贴就很好啊，对不对？减列300万，你可不可以接受？可以，好，谢谢。所以你们也就不太想做就是了哈，不会。哦，反正怎么样，他说了。我是不小心按到啦，你应该要用麦克风讲。对啦，我是用麦克风讲啦，但是不小心按到啦。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啦，反正你说了算啦。好，你有看到你的嘴巴不要这样说，你意思是说不要简列咯？你的意思是说不，你反对本人的简列案是不是？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你可以反对，因为你也有权利。我就问你，今天当然有权利，你是委员啦。那虽然是你是主席，你可以反对，你可以反对，没关系。没有，对，我就问他到底是要不要，他要反对，我也可以接受啊。清楚，冻结他同意简历，主席反对，我也可以接受啊。冻结刘署长的案子，主席反对，我也可以不简历啊。简历他的案子叫做这个不会啊，你简历想做。好，我没有什么。你侠院报复，我们不是侠院报复，我们就事论事啊。不知道谁在侠院报复。主席，你今天用了主席的位置，作为主持议事的中立性也不存在啊。中立性，今天那是人家来护航预算，到底有没有中立？老简，职灾预防，你有没有职灾预防？大家清楚啦。好了，我们台下很多助理叫我不要再讲了啦。好，休息了。好啦，就让主席去。他决定不想简列，我尊重主席，不简列。
第几到第几？好，来补充宣告一下哦，111案跟112案哦，合并简列300，然后再加一个主决议，是谁的？好，林委员那边再加一个主决议，113案，全数简列哦。好，是跟委员报告，就是说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主要是补助地方政府的金额，我们是105年考核104年的，然后这个钱完全是补助22个县市，所以我们是刚有跟委员那边讲，是不是这个案就撤案，就不要检验？对，不是你们有没有冻结一点哦？冻结。那跟委员报告。好， 我本来是觉得全数撤案了哈，不过因为看了你们的提供的劳动条件检查及处分的情形，那你们去考核了地方政府嘛哈，那你们考核的指标有3项，就是考核地方政府这个在劳动条件检查的次量权重大概有 40%， 然后再就考核地方政府它有效的检查场次大概有 30%， 然后最后一个是说考核地方政府它你实际的处分率有多高哈，所以这个占的权重比例是 30%。 其实我是想说是不是能够去调整，就是说有时候劳动检查你去冲刺冲量结果到最后你是不处分的哈，其实我们呢觉得说这个事实上是不是能够真正去落实劳动检查它的目的和去降低这个相关的违规和违法是情势，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甚至处分率要不要权重再提高一点，然后检查次数次量的权重可以不用最高，你们去评估一下啦，你的考核方式是什么方法才能对地方政府去做劳检的时候是比较能够落实到这个规范跟委员报告哈，因为这是104年的，对，105年有重新检讨，我们每年都在检讨，可以检讨，对，每年都有定期，而且找地方政府都来讨论。那你冻结一点，你自己觉得要冻结多少？那再写一个主决议，我们希望你在对地方政府不是只有给钱，给完钱以后要考核，那这个考核要落实到真的可以增进这些雇主他们愿意善尽他们法规所规定的最低劳动标准，法规规定的是最低的劳动标准，这样子来保护这个劳工了哈。所以你们自己说冻结多少，然后写一个主决议好了。因为跟委员报，因为我们总共是7个指标，那到明年的话是变6个指标，因为我们每年都在检讨。因为事实上来讲，我们当定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管控机制，就是说每年都在检讨这，因为这是104。好，你愿意做的话，不做主决议也没关系，那你动一点点，动1/10好不好？好。
好，谢谢两百。113案冻结十分之一，加一个主决，好，没有。114案，114案有跟林委员办公室这边建议，是不是改主决议？就改主决议。就是那个。各位，我再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些钱都是就业安定基金，全部都是就业安定基金，基本上是要促进就业为最核心目标的啦，哈，专款专用嘛。但是因为如果你说硬要说这个是提升劳工福祉计划，我们就也勉强接受。那为什么114跟118放着谈？是说你要建置一个资讯系统，钱也是从这里那。那我也可以不坚持了，但是就是说，那你118，你补助这个大型的企业主，哈，你补助他们法规规定的相关的业务，然后这不是企业主自己做的，变成是政府在给他们钱做的，你去办理工作与生活平衡补助计划，然后呢，补助的多数可能都在251人以上的大企业。占了54%，那99人以下的占了30%。好，那从这里来看，我们都知道你这个工作与生活横平补助计划，补助雇主去开课，好，员工关怀啊、协助课程啊、纾压课程啊，补助这些大企业去办友善家庭措施、亲子讲座，办这些事情都是好的，但是企业办这个事情是拿就业安定基金。那不是企业本来就应该要做的吗？那为什么拿我们的就业安定基金去做这些东西？所以我的意思是说，114如果跟118，那你看总的来讲，看要减列多少了。好，谢谢委员哈。114用的是就安基金哈，那118用的是就保哈。114这个劳工福利资讯系统是增加的哈，我们因为有这个系统可以让。事业单位愿意就是在做职工福利比较方便。你118是就保还是就业安定基金？是就保。就保。就保。那就保的话，我们在就保里面因为有稳定就业，而且我们的这个钱最主要还是培训哈，让他有能力去规划他们企业的这个工作生活平衡计划。然后我们补助企业都是以小型为主，就是给的经费不是很多。可是我们看的资料都不是呢。都是250人以上，那个叫小型企业吗？对，就是说我们的小型大概占了47%。250人以上叫小型吗？不是，250人以下也有47%哦。那这个部分没有啊？你103年是32%，104年是21%，105年是34%，合计这三年平均是30%，这个叫，而且99人以下也不见得全部都是小型的。我的意思是说，比较企业经常大企业会开课程。办理这个员工的讲习，这个我们都同意。但是你拿旧保的钱去办这一些事情，是好的吗？那你在这里编列这种预算去补助大企业？报告委员，我们在大型企业的部分呢，补助是金额非常的少。我们是希望，譬如说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因为你总的预算也不算多，那全国都要补助，分出去当然很少。所以我们在讲说，你的钱，第一个用旧保的正当性、合法性、适宜性到底够不够？第二个，即便要用，你这种花法到底好不好？每个人都雨露均沾的撒一点点，一家大企业5万、10万、20万。对他们来讲也无感，那为什么这些钱不集中起来做一点什么事情呢？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不要在这个大企业上面去锦上添花，好。那如果我们在讲说尊节支出啦，所以我一直讲说省预算就两个目标，一个是为了你的公共政策的监督哦，我们去冻结或是减列预算；那一种是尊节支出的理由，哈、哦，在有限的资源上面，钱花在刀口上，如果不应该花，我们这个旧保的钱还是要留下来，因为它还是滚存在那里嘛。
我们是不是照委员的意见调整？少花的话，他的钱就在那里，还是在那里留给真正基金最核心的用途来使用，这样子。是，我们会照委员的意见，把我们的补助的方针再做一些调整。事实上，我们现在小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希望不要再补助大企业了，这个钱。大企业有它的资源，它基于它的企业经营和企业文化精神，它本来就有所谓的企业的社会责任，那个叫做这个基本，大家每一个大企业，你知道每家大企业都有自己的基金会，他们也在办这个事情。他们现在办的，你补助他们办的讲座，跟他们自己的基金会在办的讲座都一样。我们赵委员那我的意思是说，难道我们他们办的讲座竟然是其实不是大企业自己花钱，是拿政府的补助去办的？然后我们还误以为说这个是企业的社会文化社会责任，他们自己愿意付出，结果是拿政府的钱去做的。我们赵委员的意见在做一些调整。你要减列多少？3800万。我们是建议哦，因为这个案子。119那个蒋万安委员这边也有就是要300万，我们是不是请委员能够同意我们他300啊、哦、对啊，你补助企业过去都补助多少？大企业200人100人以上的，我们都不会超过10万块。没有，我说总 total 哦，总 total 这个经费我们今年大概用到差不多快2000万。2000万，那你今年编列3800万，3800万里面还有一些培训的钱。那你的2000万里面的70%是在补助100人以上的，所以基本上有70%是可以不用再做的。不有50%，没有100人以上的有15.4%，250人以上的有54.5%，所以加起来是70%。委员，即便我的意思是说，其实不要再锦上添花了。企业本来就要善尽他的企业的社会责任。他要自己真正从自己口袋掏钱出来做，而不是拿政府的补助做。事实上，你每一家企业都给他几十万，他也没有感觉啦。所以这笔钱可以帮人民省起来，而且这笔钱会滚存在基金里面，所以这个钱会留着到未来，这个旧保还会有更多的支出，哈，还有其他的支出在成长的话，我们可以支付这样子啊，扛起来啦。那委员，我们减列的是扛起来啊。那我们是不是建议就是减500？好。好，谢谢，谢谢。就是118减500，119就是并，哎，118、119减500，两个案。好，谢谢。14就改主决议。好，114案主决议，然后118案并119案减列500万元。好，119-1跟120案我们合并处理。还有115。等一下，115、116、117，三个案就是合并这个冻结500万元，三个委员都有沟通过。三个案并案冻结500万元，谢谢。台视陈委员，主席，我是在那个119-1的那个案子哈，就是说主计总处其实昨天有一个就是2016人力运用调查报告里面有指出来哈，就是说在今年的临时性工作还有派遣人力还有部分工时的这些非典型就业的这个部分大概有800,000人哈。那我们会看到行政院在国事普查的这个部分呢，比较让人家担心的还是我们的劳动条件的问题，所以呢，如果是说我们要在这个部分呢，要确保我们的劳动条件，那包括这些劳工的薪水，还有就是工作的时间，还有就是健劳保啊，这些都应该要有法律的正确的一些的规范。那可是呢，本席在这个就是我们在跟关系师在里面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有跟他们提到，就是说现在其实我们虽然是说有一些的劳资争议的处理，但是呢，经常哈，因为处理也是一件蛮麻烦的事情，所以呢，有一些的额度很小的，比如说3000、5000加班费没有给啦，或者是说他们的这个克扣他们的薪水等等之类的呢，这样子的案件其实是很难调解的，而和解率也很低。那在这个资方来说的话，他们可能会想是说，这些3000-5000块钱不会是说劳方哈会跑去告啊，或者是花这么多的力气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就在想是说，如果是说对于我们一些的非典型就业的这些劳工呢，如果因为数字小，
但是他在这个劳资争议的过程当中呢，他们是处于弱势的。那这个弱势呢，我觉得说劳动部应该要有一些的处理这个劳资双方紧张的这种关系的一个角色哈。那当然就是说，如果劳动部没有一个加强妥善的处理的话呢，我是认为这个部分对于这个弱势的工作人员会非常的吃力。所以呢，我在这边还是要希望，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有一些的删减，然后也希望在这个部分呢，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劳动部哈，在这个部分一定要提高警觉，因为呢，弱势的人呢，他其实没有办法再去付什么费用，或者说花很多的时间去打这种官司了。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真的要请那个劳动部在这个部分特别加强。好，谢谢委员，我们会继续努力加强这个部分。谢谢委员。所以，陈委员就是，请委员，我们能不能删减就减50万？好，谢谢委员。好，谢谢，希望能够把事情做好哈，谢谢。刚是在讲119之1，因为我还没有喊就上来，从台。对。所以对，因为本来这个跟120案是一起的哈，那所以那这样王委员的部分，因为陈曼丽委员这边他减列50万，那你的意见怎么样？对，动100，对，好，好，好。好，请。主席大家好，有关于120案呢，我这边就是可以并那个陈曼丽委员的，就减50，动100，就是原来就是动100哈。然后我前面还有一个107案的提升劳工福祉计划的这个案子，因为之前好像主席宣告是要并案嘛。那我先说我这边的看法，因为我这边主要是要去争取他们要去延役那个家庭照顾假的部分，所以我的部分我主张还是要冻结500万，就是之后看并案其他委员的意见，但我这边要冻结500万，改动500万，107案的部分哈，啊，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回头，好没关系，我先记录下来。好，那119之1跟120案就是减列50，然后再另外冻结100万。是。那121案。我正在想说哈，我们就按。基金在这个劳动关系业务上要提升工会保障劳工就业权益能力计划，我现在是突然想到说，企业主工会的无形门槛很高，企业工会啊，那现在好像最近的所有的劳工运动都寄望于所谓的职业工会、产业工会了。那我们对于这种产业工会的发展，哈，有什么样的鼓励的机制，你这里面可以用给他们的在哪里？是，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就是透过这笔钱哦，来协助我们工会的筹组。当然一方面是法律的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没有资讯，而且没有人去帮他找在一起，所以这笔钱呢，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上级工会。所以你这个是在要筹组新设工会的。对对对对对。那我们的问题就是说，事实上。筹组工会比例台湾是 1.6， 哈，参加工会850万的劳工里面呢，只有62万人，工会涵盖劳工的人数比率只有 7.3%， 是很低的。但是最近有一些年轻人参加工会了，那非常的鼓舞 ，inspire， 是啊，所以他们我在想说，我们怎么样来利用这个新兴的所谓外在企业外的产业工会。然后可以回归到这个企业里面有实质跟资方的协商权，这样子谈判权，所以更应该要鼓励这种，否则你以前台湾过去那一年成立了几个新兴的工会？跟委员报告，我们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我们要鼓励青年工会干部啊，所以我们在今年特别办的第一次青年的工会干部的培训营，我们把年龄限制在一定年龄以下。就是鼓励年轻人出来从事工会。你告诉我，你去年的钱都用在什么地方啊？我们这笔钱今年我们就是只有一点点，
那我们就是鼓励有一些工会，他要抽组的时候，他成立大会，他没有钱可以办理成立大会，我们就补助他。去年有没有编呢、啊？我们去年，公务预算编了一点点，但不到底是多少？十几二十万，那现在是九十几万，对，是大幅成长。所以只要是新筹设的，是工会，那是该年度新筹设，还是说这三年内筹设？我们的做法是，你刚开始筹设的那一天的成立大会。我们补助你，让你能够成立大会，顺便办一个教育。补助多少钱？我们半天是，半天只有三万一天。那你是依据场次还是依据人数？如果我新筹设的工会，我的会员达到一千人了，跟我报告那你跟一个新筹设，他的会员只有五十人，你都一样补助三万？因为我们补助的要点跟原则哈，它有一定的限制，它没办法，也不可能是全部人都一直培训。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其实比较在乎的是。工会，劳工参与工会的，他的工会涵盖劳工的覆盖率啊，所以意思是说，应该是以人数多寡来作为补助的数字的调整，这样子或许会是比较。谢谢委员，我们资源分配是比较好的。这个部分我们就来考量哈，未来在新成立的时候，九十几万而已，真的很少了。老实说，我们尽量努力。安妮，对，安妮，请委员可以少动我们一点，那我们另外这笔钱哈，九十几万的还要怎么动？通通都给你好了啦。谢谢委员。但是你应该要去对于你们怎么样去鼓励，虽然企业工位的那个五险门槛很高，但是还是要去突破，不能放弃。但是我觉得新兴的从这个华航。他们是参加外面的这个空服员产业工会。这个概念来讲，我觉得这个时代这件事情，劳工运动，我上个会期讲过，劳工运动才刚刚要萌芽，那新的产业工会扮演的角色很重要，那是不是能够其实应该更多的资源来辅导这一些产业工会？虽然他们的抗争经常到最后会施压于政府，但是这个政府应该要视他们为这个好的伙伴。工会虽然大部分对公运啊，对政府的压力很大，但是基本上我们真的也是要来鼓励啦。工会是一个权益展现的一种这种成长嘛，大家都拢有劳动意识啊，来参加拢足好的代志啦，好。好，谢谢委员。我怎么听到九十几，然后又照列，到底是哪一个？还是撤？怎么那么多？到底是什么？不用了，照列呀。121案撤案哦。照列，对。好。122到123/1是好，这三个案子，就是我跟委员沟通了，我们就是通了并减100万。好，减列100万元，对，124案。好，三个，122到123/1。124案。124案是。124，我是要问你说，以这一次的复兴航空为例，好，你们去年有没有编列这个预算？我们今年第一次开始使用这个预算，那使用情形我们觉得不错。到目前为止有好几个县市都进去访视，用这笔钱呢骗了一些专家进去掌握。到现在为止已经有40几案。40几案，啊、你今年预算是多少？300万。啊，为什么现在变这么少？没有，300万就是说，我们希望用这笔钱哈，继续用。如果真的我们认为是300万，应该还可以足够来处理这样的一个业务。哦，300万。对。那以复兴航空为例，那你来告诉我们说，你大概会补助给地方政府，他们会怎么去做？是。跟委员报告，我们现在的指标我们现在提了一些新的一些指标，也给地方政府。那像复兴航空这样的状况，譬如说它是重大的处分资产，
像之前他处分那个复兴空厨，那将来像这样的一个指标呢，我们都会提让地方政府知道掌握这些指标呢，然后进去。我现在不懂，就是说复兴航空是无预警的、突然的，那你补助地方政府运用会计师，那他现在能够进去吗？有法律依据可以进去了吗？各位报告，目前为止哈，这么多案子下来，我们的地方政府的反应，公司都配合，没有不配合。啊，有去吗？这个案子有去了吗？复兴航空它确实，复兴航空不止我们，连交通部我们都确实没有办法在事先掌握。但是事后我们现在都有台北新闻一出来的时候，你们去吗？因为这个对劳工而言，受雇者而言，第一个时间是薪水有没有办法全拿，再来他的资遣费有没有办法给？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又要去电厂了。要电厂基金电厂了，那如果在第一时间你补助的这会计师、律师，甚至可以去执行一些需不需要执行，我不知道，就是有没有评估需要假扣押，先保护劳工的这一笔薪水，那我们电厂基金就不至于动用，因为电厂基金是这样子，你用的越多，雇主未来要缴纳的费率也更高了，所以事实上以尽量避免动用到电厂为最优先，那可以不动用到电厂，那当然是要把这个受雇者，包括空服员、机师、行政人员所有的薪水，那能够假扣押，留住。当然，我们抵押权跟这个劳工的薪水是同等位置，但是你们应该有会计师进去算，赶快进去算。虽然说这个银行抵押权跟他的资产跟他要付的这个债权抵押权为那个剩余之后，劳工到底还有多少？好、哦，那有没有保障？因为我们都据新闻报道嘛，据新闻报道到底真假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我才问你说，以复兴航空为例，你们到底有没有进去了？啊，有没有可以进行假扣押或是必须要做什么动作的评估？有吗？是。各位朋友，这个案子哈，确实是不已经没有办法用预警的方式去处理了，因为它爆发的时候，确实我们已经发生了。那发生的时候才更需要更急迫的去。那现在这个阶段哈，我们也都有跟公司高层呢不断的去沟通，那也确认，也跟法务部确认说，他现在信托那笔钱呢。现在公司不一定会讲实话，所以我才问你说，你跟台北用你们，你讲这笔钱就是要补助地方政府运用会计师、律师、其他专业人员协助办理查访吗？那他没有预警，所以已经发生问题了，才更需要这些专业人员立即进行嘛？那到底有没有进行了？台北市政府他有没有用这笔钱？我要去查证，但是他们都有在处理，他们有入场去了解现在公司的状况，未来要怎么处理？那我们也有。等于说，我们都运用很多种方式去跟公司谈。你现在，那你们现在有去？好，你说你们有，对，好、哦，不是因为这笔预算，因为台北市政府人家赖局长也很积极、很认真。那我要问你说，那我问你最简单，那这些劳受雇者啊，哈，复兴航空的员工啊，他们的劳动权益、他们的薪水、他们的资遣费、他们的退休金有没有办法保障？你说你已经进去了，那有没有办法保障？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他的退休金账户的钱，这个没有问题，有3亿多。第二个部分就是说他有个信托账户，那信托账户现在那个6亿也在法务部的那个处理下哈。他是信托给付薪水的那一笔吗？专门付薪水的吗？他那笔钱是指定信托是指定给工资、资遣费跟退休金都可以指定。哦，他有准备了，有预留了嘛，所以他是有备而来的。资遣费、退休金通通已经信托起来了。对，那这笔钱除了信托之外，我们的法务部也透过一些方式把它稍微监管下来，不至于会被任何人来动用。啊，6亿够吗？目前为止，现在他的自用情形哈，他把他据公司跟我提到，到目前为止应该还可以去想点办法来处理。那当然，我们要求公司说，如果不够，你一定要想尽办法把员工的资遣费、退休金、工资都不可以欠。我们也把这讯息很明确的跟公司高层，你跟他们讲，他们不一定。还有他们在法律上已经正式解散了吗？还没有，还没有。所以他们现在，他们当初预留这些钱，可能还没有足以支应从宣布解散到实质解散这一段期间，工资、劳固关系都还存在。对，他搞不好还会更加扩大那个需要给付工资的规模。对，那个钱可能也会不够。对，所以这部分我们都不断的告诉公司，第一个你要算清楚，你就不要再告诉公司，公司就不可靠啊。
接下来要进入强制协商，他一定要提出很多资料出来。依照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在强制协商，他就要摆烂，他就有责任有限呢、啊。就是说，他解散了，责任有限的资产就这一些，随便你自己处理。现在公司摆出来态度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希望政府看到的态度是说，这里面最弱势的就是受雇的员工，而、这个员工的所有的这个工资薪水一定要确保无余。那你去道德劝说高层是没有用的，那有没有其他法律的手段可以更加的让这些受雇员工这个权益被保障？你说有一笔六亿的这个信托的钱，我说这笔六亿如果不够的话，还有没有其他法律工具可以做任何的比较有高强度保障的这个权益的这个机制在，有没有？跟委员报告，就是如同委员讲了，他我们的二十八条它就是同一个顺位。如果确定没有办法，因为现在资产全部都被扣押下来了，也现在也没有一时。所以那个同一顺位，只要银行扣押下来，我们就可以分得到吗？他们当然，他们要循法律的途径。那我问你一件事情：银行抵押权的比例跟我们公司债权的比例大概有多少？你们应该要算过吧？到目前为止，公司跟我们讲的，他的到过去讲的财务是说，他的资产跟他的负债是还比负债多。但我不是要问这个问题，资产比负债多，表示他还有钱，但这个钱要跟银行按比例分。所以我才问你说，银行的债权跟我们公司债权两个人的比例是多少，才会知道说剩下来资产大概劳工还可以再分多少。所以我在问的这个重点，你没有回答我，那代表你根本没有查清楚啊。目前为止，公司是表达是说，他的不动产跟他的飞机的最主要飞机的动产都已经被银行都那个都没有关系，都已经抵押了。我现在是到底银行欠多少钱？比如说银行欠100亿，劳工欠5亿，那这样子是1:20分嘛？所以扣押下来财产是分成21等份，劳工拿一等份。可是你连到底比例是多少，我是要问你这个数字，银行的债权跟公司的债权到底比例是多少？那我来做这样。那你没有算这个，你怎么知道到底我们拿不拿得到呢？如果银行的债权比例是 99%， 我们只剩下1%，那我们只能分到1%，哎，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信托的那笔钱会不会被银行主张走？目前为止，现在有第一个信托住，第二个是被法务部信托住是指定用途，信托是谁去指定用途？所以那笔不会被银行拿走。对，因为它被分走的话，那就更惨了。指定用途是。好，你回去好好想想，因为只有300万呐、那你他们这个算在刚才减列100万里面吗？没有，这个是另外的。对，那冻结100好了。300冻结100，会不会这50万就好了？冻结50万，不如就给你了。谢谢，谢谢。只是说，你看以复兴航空为例，真正的争点是在这里。最重要核心那个 point 是因为银行的债权跟公司债权平等，但银行跟我们的比例是多少？你都这么久了，你也没有掌握。我们来，谢谢。好，谢谢委员。124案撤案。125跟126，我们并案讨论。主决议。好，这两案改主决议。好，127到1，什么技术性失踪？127到131。131，还有一个前面有一个110案呐、都是一样的案子哈。那这个部分就是涉及到我们这个劳动那个劳动条件检查员的这个预算部分呐、哈。那基本上我目前得到跟委员协调的，就是说蒋万安委员他已经这个同意改这个主决议了哈，同意改主决议，然后不删不动哈。那目前跟这个李彦秀委员跟王玉明委员这边协调的结果是，这个就是动550，啊动550。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招委这边好像、等一下，那个李委员是两，他两个127案，对对对对对，就合并起来。
对对，合并起来哈，就李彦秀委员他有两个案子就合并起来，然后包括这个王玉明委员的就合并起来，他们三个案子，哎，就五百五，就是冻结五百五，早上讲五百五十万元，对。对，因为我想这个部分，我昨天已经讲是五百五还是四百五？是五百五啊，五百五，五百五，五百五。对，昨天这个部分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哈。是，我说我们提案不管是删减还是冻结哈，基本上像刚才前面哈也有不少委员提案是全数减列，那你们就沟通，好，那展现你的决心。那这我们就在这个预算数上哈，这个冻结数上或者减列数上可以做一个调整。是。那我现在我唯一就是说，我们刚才这几天我们也有沟通了哈。那但是我现在唯一我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在这个如果计划结束中计划终止或者我们计划规模不是那么大的时候。那这些人员好的这个退场机制，哦，那就是说不希望有像国道收费员的那样子的状况发生。这个部分你们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好跟本席报告这样子。这个委员真的很关心他们的权益了哈。那我这边特别说明一下，上次我有讲说他们是依照这个公务人员的法定禁用就是聘用人员条例啊，那聘用人员条例他正式的公务员哈，他会按照这个聘用条例他们上面的一些人事上面规定啊，会提这个离职除金啊，离职除金包括这个个体6%啊，个别6%作为他以后这个离职啊之用哈，离职之用，所以基本上他跟他这个相关的，如果以后退场离职的话，就会有一些保障。等一下我请教一下哦，就是这个除金是他们自己存进去，就是不他你说政府相对提拨嘛，对，相对那所以到时候之前的时候，也就是只有这样而已，没有另外是公务员就是公务员体系就是这个部分。等一下哦，等一下。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要求那个资遣费的部分，就只能有这样，这就是他们的保障而已。对，现在目前他就是公务员，公务员的体系就是。但是你上次有讲过，他是一个非正式的公务员啊。那我讲的是正式公务员。没有啦，我在质询你的时候，我说他们是算公务员还是他们算是什么，然后你说是算是公务员没错，你有这样讲，但是你又跟我补了一句说，可是他们不是正式的公务员，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样子的用词就不是很精确，所以我会替他们的未来担心啊，所以这才是我提案一个真正的用意，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说好，假如今天这个计划他可能持续10年、20年，那他在这个工作职场上，虽然他是一个临时约聘雇 的人员，那但是 在做这么久以后，他只有那个6%的这个处境，这个就是我是觉得说这样子会不会太少了？假如今天他这个工作他做了一辈子，那结果他只有这个6%。好，这个是我关心的问题啦。那你如果现在没有一个方法，或者他们真的只能就这样子，那我现在也不能逼你说讲出个，就是说啊，他们马上就有什么样，未来有更多的福利嘛。所以这个部分，我是觉得这样子啦，哈，其他委员他们已经有冻结550万，哈，那我很清楚，就是说。我希望我一开始提全数减列，我就是要让你们觉得会痛，你就冻结啊，对不起，我没有减列，全数冻结，就让你们会痛会紧张，好，那你们就会好好的思考。那我现在我目的达到啦，但是就是说，有些像这个退场机制的，他们这个应有的权利福利的部分。显然是不足的哈。如果
假设啊，前提是他们做很久的话啦，所以这个部分哈，也请你们一并就是回去好好的思考，好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比较好的方案啊。那另外就是说那个我们当然今天还有在排协商啦，大家还是为了这个看得到吃不到的这个劳基法这些相关条文的部分，我们还在很努力啊。那很多人对这个部分是有质疑，所以我们是相当的重视，就是说在这个劳动检查，不管是劳动卫生或者劳动条件的部分，好，这两个部分你们一定要确实的执行。所以我有再加一个主决议哈，那这个冻结数好就可以从善如流哈，就按照多数委员的意见冻结550万元。另外还有一件等一下哦，这是什么字？等一下，那个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要确认一下哦，在过去质询的时候，我有特别请教你们劳动检查的这个场次。那我那时候关心的是劳动条件的检查的场次到底有多少？这样子，我跟委员报告一下，那个劳动检查，从那个劳动检查325个人，从去年开始啊，我大概就去年到今年哈，那去年我们大概检查了大概是5万出头，就是56673个场次，五万零六百七十三，这是104年，104年，对，去年全部嘛哈，哎，全部是好，是劳动条件的哈，劳动条件。那你有听清楚我的问题吗？劳动条件哈。那个105年到10月底啊，10月底大概检查了59845。59845。是。好，那这是劳动条件，那请问劳动卫生检查有多少？我这边有一个安全卫生，对不起，我要翻译一下安全卫生。你如果有发现数字有什么错误，你最好今天赶快是更改，不然又留下记录。我知道，现在目前啊，安全卫生的检查哈，104年啊是104705，那104705，4705，哎，那105年到11月不到11月哈，检查了目前的统计啦，有一些还没有那个，就是100372，就是啊，为什么劳动安全可以检查到，可以计算到十一月啊，劳动条件不行，只能到十月？哦，因为那个劳动条件有的时候他那个叫什么？地方政府对，还要申诉吗？因为有些这个我们劳动安全卫生，他们是有检查机构嘛。好，那我再请教你，在上次你提供给我们的资料，或者在答询的时候有讲到一个6万多的数字，我现在都不起来，因为你说，原先104年，还是103年？104年有6万多件，然后有5万多件哦，然后因为这个加了劳条大军之后呢，变成了6万多件。那我现在搞不清楚，就是说你这个劳条的这个检查的场次是确实是5万多，还是只有1万多？那是不是有这个劳动安全的检查灌水的嫌疑？然后这个就影响到这个告发率分母数的问题。应该这样子，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哈。那去年104年，本来我们在统计的时候到104年，我们都用49000多了哈，49000多。那是什么？对，那个是劳动条件哈。那到目前为止，因为有一些东西可能还没有结案哈，所以我们没有去把它列进去。但是到现在登录到系统的104年就是5万出，所以我那时候在对外的时候大概都讲说。104年大概就是执行大概5万场次了哈，5万场次。那105年，那一天你那个六万，我再说明一下哈。对，六万场次啊，目前到对，如果说到11月的部分，因为这个东西还在 check 当中呢，到11月，它在上面有一些登录的状况，大概是61225个场次啊。
但是现在我提供到十月是比较确定的数字，比较确定的数字是。所以你说这个104年的将近50000件的，全部都是劳动检查到劳动条件检查，然后106年60000多的也是。105年。那这个你有对照过你们年度报表吗？那104年的年度报表是吧？对啊，因为105年的还没出来啊。对。对。那你对照说这个数字是没有错的。可能会一些，对，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因为，对，因为那个时候它是104年结束以后，我们要出检查年报，所以它我想是这样了哈，这个是严重影响到这个告发率的这个计算了哈，所以这个部分我麻烦你再回去仔细的比对哈，劳动安全卫生检查到底是多少？好，麻烦你再确认一次。然后劳动条件检查到底是多少？也麻烦你哈，这个逐年这个确认一次，然后再给本席一个精确的一个告发率的数字。是，好，那个因为在这个现在目前跟我们比对的这个资料是有很大的差异。好，我不知道你是这个要粉饰太平，还是说真的是不小心看错，还是我们有错哈？这个没有关系，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哦，大家可以来做一个检讨。好，好，127到131呢，就是合并冻结550，那我的部分就是另外再加一个主决议。还有蒋万安委员的，对，我们是各自独立的那个主决议。对，110案，那就看那个黄委员是不是一起并案。对，但是他要动的也，对，这个在这个计划里面，在这个计划里面还是说。委员是说这个在这个计划里面，黄委员就直接这个冻结或者删减的这个数字就并到这个里面去，550万里面。那个请教一下黄委员，你的110案的部分是要并到我们127到131，因为刚刚这几案的结论是冻结550万元，然后还有委员提主决议这样。如果要生也可以了，要生也可以，对。处理110案、127、128、129、131案，那127案、128案、129案、131案啊、哦，目前的决定是目前呢、是这个并案处理。动550万，然后有蒋万安委员的主决议跟陈莹招委的主决议，那是，好，对，要不要另外处理啊？另外处理。那所以上一次委员我们有跟委员报告部分啊，就是说他这个部分虽然是在那个大项里面，但是他特别提出来的话，看看是不是我们协调结果是不是能够减列200万呢、啊？大概是这样子，好不好？这个部分，110先保留啊。委员说好了，减200万，对。OK， 110案减列200万元。对，就机车那个部分，执行机车部分。对。132案。132跟委员协调，就是建议改成删减300万。减列300万元，132之1案。是撤案。撤案哦。来。OK，
请大家看107到109案，提升劳工福祉计划大项的部分哦。107案，刚刚好像王委员提到是冻结500万，然后108跟109案啊，刚刚有跟委员沟通，就是并案冻结700万，好，108跟109案是并案冻结700万，那另外108案有一些文字的修正的部分，有给议事人员了，哎，整个提案表的那文字略作修正。107冻500，108109合并700，所以是并没有这个没有，那这样冻结，所以是冻结1200还是冻结？这样等于是1200，对，好，那这个提升劳工福祉计划的部分合并。总共冻结1200万元，然后那个108案做文字修正哦。是，谢谢。叫主决，没有没有，这边还有这个。那个主决议的部分先把。对。来，我们现在处理那个主决议的部分哦，133案。减列300啊。嗨，那个来署长刘署长吗？因为刚刚那个林静委员的没有问题了哈，就是要用主决议的处理方式，就是108案那个没一百，但是那个王玉明委员的，我看一下啊。哦，107万，因为刚刚王玉明委员讲说他要动500万嘛，哈，那500万里面，这个提升劳工福祉里面有一个劳动检查部分，夸湖市那个部分是劳动检查，刚刚已经动了550万，所以这边又在这个动500万里面还要再分配，那是不一样，就包了是不是？你不包也听不懂。对啊，你不包也好。好，就动。132处理完了，减列300啊。刚才他说征求。132是一个新增的计划。跟委员报告是那个105就有编过了。105，那我们的意思是说，整个网站维护编到这个安定就业基金，整个资讯处的业务都靠这个就安基金来哦，也不是办法。公务预算有编，安定基金也有编，是整个资讯建制，其实花了不少钱啦。是啊，但是也可以再增节支出，而且编在就业安定基金，老实说。真的也不是很恰当啦，所以500万减列500。OK， 好，好。130，那吴委员132的部分吗？那是第几个？我们等一下要回头啊。来105案，主席，谢谢给我这个时间哈，因为待会要财政委员会那边又要质询哈，所以就抢一下时间。我对于这个有关105案哈，刚刚跟行政部门做了一些沟通哈，因为对于我们现在外国人聘雇的这个许可里面啊，针对去年刚通过的这个85岁轻度失能者就可以使用外劳的这件事，其实民间团体过去就非常多的疑虑了哈，因为它基本上有一部分是违反了。轻度失能其实是长照最重要的服务对象哈。那其实轻度失能是不是需要用到一个外劳哈？
在旁边哈，我们是觉得这个在理念上是有疑虑的哈，这个也是要跟劳动部沟通啦，因为我觉得劳动部一直从需求端当然都看到需求，可是都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价值。我今天早上一大早没有赶上来开会，就是去参加一个智力资源的一个研讨会。现在台湾整个理念上应该要来重新建构的是，如果长者或失能者他能够自己做的，就要尽量让他自己做，他有潜力的部分也要去开发他的潜力。所以我们应该是要让这些轻度失能者自己能做的就要让他做，不是什么事情，因为我们聘了外劳反而会是把去替代他很多的功能，他会越来越退化，这不是我们未来要推动的一个所谓的照顾的理念。所以外劳的这个轻度失能的一个开放，我们在去年开放之前，其实民间团体包括我本身当时在老人福利联盟，还有我们的普照联盟彭婉如基金会，都到了我们劳动部去抗议这个的冲击是理念上的冲击。因为你等于允许了一个轻度失能者就有一个二十四小时在那边陪伴的人，这个是整个照顾理念真的是一个倒退了。那第二个是当天在记者会我们的抗议行动里面也有一个声音，重度的失能者说我们的轻度如果都开放了会排挤重度失能者的使用，也就是大家外劳有选择权，他会去选择照顾轻的。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这个政策在推动的前之前应该要审慎评估的所以我对于这个提案，我希望因为今天也看到刚刚拿到你们的这个关于失能的一个这个统计轻度对你们来讲就是所谓的61分到90分，这个我们认为是比较轻度了你们讲的是中度了那还不到中度了那是算是一个轻度那所谓的中度在我们社政这边在认定是应该是30分到60分叫中度了你们的认定跟社政这边的认定不太一样卫福部的认定有点不太一样如果是中度的话你们大概有8900多位的使用者，那这样轻度的话大概加起来快10000人、快10000人，那这样的一个对于整个未来长照长照现在其实最重要在服务的对象是轻度中度那这个其实会影响我们长照未来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推动所以我在这里其实是要提醒劳动部因为政府是一体的应该一并来处理的是说未来整个我们小英总统要提的长照 2.0 要全面的推动整个社区化的照顾，也要发展本国服务的一些照顾人力那怎么样让这样的一个政策是大家一起来解决不要说你们常常有个理由叫做外务部做好了我才说，不是，应该两个是有彼此有增长的，你们这边争它开发不出来了所以要一并的来一个做一个调整政府一体拜托大家卫福部跟劳动部要好好的一个这个做一些讨论跟应该说大家在政策上要有不要一直拉扯，你们其实都一直在拉你知道吗，所以我常常说部长你不要扯长照的 后腿真的是要一起来把长照建制起来，尤其是本国的服务所以我刚刚也同意做了一些文字的修正就是希望劳动部发展署在3个月内能够延议外国人从事就业服务法第46条第一项第8款到第11款工作资格跟审查标准的一个条文的修正，提出书面报告来送我们这个卫环委员会来做进行报告，我们希望给你们点时间来做延议这是一个政策非常重要的一个调整，那也希望不要一直让长照本国的长照发展不出来，因为你在服务的轻度应该是回到社区，我们现在正在做建构的是社区的服务，那社区的照护员就业机会也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一并来做一个政策的思考所以我这边也同意冻结12分之1这样有没有问题谢谢委员。好，那我把文字修正的文字再交给议事组。好，谢谢谢谢。好，这个部分我们冻结12分之1来这是105案的部分。那个，来，我们现在接下来处理主决议的部分133案。同意来134案，同意。135案，同意。136案，同意。137案，同意。
138案同意，139案。好，我们文字修正哦。140案同意哦，141案同意办理哦，142案好同意。来，我们处理那个劳工退休基金主决议的部分，救治的部分。来，143案同意，144案同意。来，接下来是新制的部分，145案同意哈，146案同意，147案同意。好，我们现在回来，这样是怎么样？那个提醒一下，那个主决议的部分哦，你们赶快交上来，我们要等一下很快处理完毕要宣读，你们先送上来。那114案刚才经过林淑芬委员同意，现在不再提出，并入118。这是什么？这个也不提了，就车案吗？对，车案。那为什么还要并到？哦，那是并还是撤？那个114案的部分哦，那个请教一下林淑芬委员，你原来要提主决议，那现在是114是要不是要撤？是要撤案，还是说？你的这个简列数并到几案？118好，好114撤案。那主决议都送上来了吗？就这些。这些。那第五案、61案、93案、101案、114案，还有130，好，130案的部分。那个主决议赶快送过来哈。好，那我们现在回来处理第二轮哈。那个不好意思，我讲一下我的第五案哈。那个我刚思考了一下哈，就是说基本上我如果说这个计划你们里面的计划内容是要做更动重新研拟的话哈，我们还是不太放心啦，因为我想。提案冻结一部分是有追踪监督的效果，所以这个部分呢，我想还是提案我的部分就是这个第五案好，我改成主决议，然后另外冻结350万元。那跟第六案就没有，还是没有？因为那个我吴委员的部分，他们也自己提主决议，对不对？那个吴委员的部分好，然后那个你们简列的部分呢就没有，就是主决议了哈。好，那你们如果业务单位没有什么其他意见的话，第几？11-13，因为我觉得我是觉得不用太针对什么案子啦，你自己的案子要怎么样随便啦，你不要来干扰我的就好了。对啊，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就，你可以那个依序，等一下我们会run过嘛，你这样会乱掉啊。你是说？那第五案。可以，没有。第五案刚刚。对啊，就可以就可以，不行就不行啊。对，我言当然了，希望我们督促我们。也是你刚才，你也刚才提的，是我也没有因为我提了以后，委员有很大的意见嘛，那我们部长也讲，对啊，不是说要争取预算。对啊，所以我的意见就不是意见了。
好，没有没有，当然会尊重委员的意见啦。那看看是不是这样子了哈，因为这个案子也希望说在这边，最主要是我们要工作了哈，我们要做事了哈，所以看看是不是能够委员招委提350万嘛哈，那可能有一些意见，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动200万呢？哦，200万，看看哎。那等一下会处理你的。我说我没意见啊。哦，没有意见了。就没有意见就算了，就是我刚刚讲了嘛。对啊，因为我是按照你最初的构思，哦，按照你们提的想法就是这样子。第五案冻结350，然后再追加一个主决议。来，第11-13。报告委员，现在11、12、13这三个案子是并案哦，那本来是要3-1亿动议，可是后面的子计划哦，经过我们统计的结果，已经删了1.63亿，而且动了1.51亿，那是不是建议可以同意删减我们的这个删减列的数字，只删5000万？然后呢，动1.6亿，就是后面包前面，因为后面包到前面，对，嘿，加起来超过，对，那我1.6亿，就是那个11-13减列5000万，减列5000万。然后动1.6亿，那这里的话就是所有动结束，包括后面的子计划的案子，后面的动结束，对，后面已经超过了1.5亿，所以我们动1.6亿，所以后面简历的部分没有超过吗？没有超过5000万吗？没有，后面冻结的，本来这个案子是3-1亿动1亿嘛，哈。那现在是我们后面统计的结果，同一个计划子计划已经删了1.63亿了，然后呢动了1.51亿了，所以呢我们是建议说，第11-13案、13案并案，是不是3-5千万？对，3-5千，然后呢动1.6亿，就在额外的在好，就是没有包在，简列是另外算，好，动，但是冻结是。冻结包后面1.6亿。那个，请教在场各位委员哈，在这个促进国民就业计划的部分，就是在后面的子计划之外呢，我们再减列5000万元。那冻结的部分是合计，好，包含后面的子计划一起冻结1.6亿元。请问在场委员有没有意见？11、12、13，是，嘿，好，没意见的话，那就这样处理哈。谢谢委员。好，第24案。那24、24、25、26，那个钟委员已经同意并案。24、25、26，同意并案，减100，动200。好，所以这24到26就并案。并案哦，减一百，动200，动200是。40案的部分，委员已经同意，动500。好，冻结500万元。是。44、45，委员已经同意，并案办理，减500，动1000。好，动44并45，44、45并案，减500，动1000。啊，四十五还有主决议是不是？是。那另外的话就是有一个文字修正，文字修正，谢谢，谢谢委员，嘿。我们文字修正已经提出，45案有文字修正，是，好，已经送过来，要处理一下哈。
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老到，对不起，没有没有，你跟我讲。请委员就啊，对，好好好。好，跟啊121跟124并案动200万，200啊。121跟什么？这是121和124。动在哪里？你这两个下面不一样。他说要怎么动嘛？200合并怎么动？还是各动100？121动100，124动100。各100啊？各100啊？好吧。还要我们现在先宣读主决议，还没印好。主席，你要先宣告他的事情。他什么事？有啊，已经讲了。一二一动一百，一二四。对啊，你要注意听啊。那我们先休息，先休息5分钟哦，等那个列印了。
好，我们现在继续开会哦，请宣读主决议。第三案，为实践检资料库更具公信力，原要求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应于三个月内邀集职业医学等相关专家学者研议改善做法，并于106年12月底前将执行成果提报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四案，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及劳动及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对于职业卫生相关暴露评估与辅导工作之任务分工不明确，原要求二单位应于三个月内协调及厘清任务分工，并于106年6月底前将办理情形提报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六案，要求劳动部调整防灾做法，就营造业防止坠落屋顶等灾害推动直接监督与立即回应机制防灾相关做法，于三个月内提出相关规划，并于106年底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成果报告。第七案，中式餐饮厨师因油烟诱发之肺腺癌发病率居高不下，要求劳动部职业安全署会同劳动及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拟定有效及执行之改善及预防策略，并于106年12月底前将执行成果提报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九案，长期照顾10年计划2.0已于2016年11月开始试办，且前开计划草案于人力及资源发展一章，无论培训、人力来源等策略，皆用以提升本国国民从事长期照顾服务之意愿。劳动部却同时增加外籍看护工资引进人数，恐与强化本国长照人力之政策方向有所违背，请劳动部针对产业及社服外劳人数之警戒控管机制，于两个月内向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报告。第十六案，就业安定基金之促进国民就业计划专业服务费系办理职业训练等业务，请劳动部于两个月内将106年度编列专业服务费之计划明细送本委员会。第十七案，106年度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竞赛及交流活动费编列预算计6862万5000元，系办理青年组分区技能竞赛等活动，请劳动部于两个月内将106年度编列竞赛及交流活动费之计划明细送本委员会。第三十四案，请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检讨小型企业人力提升计划业务执行成效，积极透过辅导咨询及训练执行等措施，协助小型企业有效投资人力资本，促进就业稳定，并于两个月内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第六十案，106年度就业安定基金推动职能基准发展与应用，编列7295万6000元，推动职能基准发展与后续多元应用，扩大产业参与，加速职能基准推动。然而，国际合作交流及研习补助民间单位具体内容不明，欠缺效益评估，经费监督不易，未准结预算并发挥最大效益，请劳动部就上开事宜于两个月内向委员会提出书面说明。第六十四案，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于106年度促进国民就业计划向下编列多元就业开发方案6亿1886万元，促进地方与区域活化，并开创在地就业机会，请劳动部三个月内以书面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该计划检讨及新的计划执行方向说明，并纳入地方政府角色，应提供人力或经费之协助。第八十五案，为推动促进国民就业业务资讯化、就业服务、职业训练、技能检定、创业协助之服务，因此建置台湾就业通网站，但却设计不良且疏于管理，导致今年遭不肖公司盗取30000笔个人资料，要求劳动力发展署于两个月内向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整体网站改善之具体方案。第八十九案，106年度外籍劳工管理计划一般服务费编列2亿9637万6000元，
因计划项目多，为提升计划执行效益并准结政府支出，请劳动部于两个月内对相关计划执行情形提出说明及成效报告。第九十八案，为提升查处绩效及预算执行率，准结政府支出，内政部移民署应督促各国安单位加强查缉，持续提升查处非法外劳绩效，并提出改善及提升查缉成效之专案报告。第九十九案，补助地方政府办理一般临时安置业务之细项计划，应补助办理人口贩运被害人临时安置，为该项经费提供一般外籍劳工劳资争议与安置处理，请劳动部于三个月内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针对如何强化一般安置程序及安置单位管理等相关资料报告。第一百零二之一案，提升高雄机场外籍劳工入境奖习率实属必要，请劳动部于两个月内提出人力时段安排之改善及奖习场地规划等具体作为，向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说明资料。第一百一十一案，为推动尊严劳动计划订定合理之劳动政策，请劳动部应收集女性、青年及中高龄就业等相关政策资讯，并召开专案咨询会议，以拟定具体政策建议，供劳动部各单位内化为劳动政策内容，以落实尊严劳动之理念。第一百二十五案，要求劳动部于一百零六年除积极规划办理国中及国小劳动权益向下扎根相关活动外，同时针对即将进入职场的高中职学生，加强推动劳动概念升职。第一百二十六案，要求劳动部将一百零六年度规划办理国中及国小劳动权益向下扎根相关活动说明，包含场次规划等资料，送本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第一百二十八案，劳检员过劳超时工作之新闻层出不穷，原提案要求劳动部三个月内提出明年全台湾增加一千名劳动检查员计划实施方案。第二，劳检员过劳改善计划报告。第一百三十九案，请劳动部洽卫生福利部研议是否由地方卫政主管机关先采以简讯或其他方式通知全国雇主或事业单位安排所聘雇外国人定期健康检查，以降低违法几率。针对预期安排所聘雇外国人进行健康检查者，另改采先通知期限改善，若经再通知检查仍未依期限改善办理完成者，再予处罚。另外新增提案，第一百三十案，为确保劳动检查品质，职安署亦应落实内部之人员督导考核及外部之受检单位满意度调查等机制，并督促地方政府检查人员确按相关规定实施检查，为避免取等劳动权益受损而造成如国道收费员事件再度发生，劳动部亦应确实依法办理退场机制。有关上述事件之规划执行情形，请于六个月内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报告。第五案，要求劳动部调整防灾做法，就营造业防止坠落屋顶等灾害推动直接监督与立即回应机制防灾相关做法，于三个月内提出相关规划，并于一百零六年年底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执行成果报告。第六十一案，有关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技能检定、职业安全、食品卫生、环保绿能等测试制度计划，一百零五年度执行成果令人疑虑，盼劳动部能具体检讨，拿出确切成果，发挥本计划功能。建议劳动部就上开事宜于两个月内向立法院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第九十三案，为落实保障劳雇双方之聘雇权益，请劳动部于两个月内提供雇主聘前奖习之办理绩效。第一百零一案，目前外界仍有许多反映中介公司所聘雇之外籍双语翻译人员人数不足，请劳动部于两个月内检讨修正外籍双语翻译人员人数比例相关规定。宣读完毕。
好，现在我们主决议的部分哦，都已经宣读过。那请问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是全数通过。我现在好，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劳动部主管非营业基金预算案，都已经审查完竣哦，提报院会处理。院会处理前需交党团协商。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等一下，那个不好意思哦，针对今天的。刚才委员如果有这个修改文字的部分哦，你们把那个修改的这个原修改上的原稿哦，把它交上来好不好？刚才有人不小心拿走了，所以请他们在补选。劳动部这边有没有人到处去？要不然就现在看。你们先不要乱动，现在先找一下好吗？大家找自己手上的东西是不是有夹到一起？大家翻阅一下自己手边的资料是不是有夹带？还是什么？一个资料夹就是透明那个吗？一个透明资料夹跟什么？一个提案表。对，提案的这个。他可能不小心来就夹带走了。对，那现在如果找不到的话，就是要请他们补那个修正的文字。是谁的？全部的吗？放在这里，就被人家拿走。我们需要调录影带看是谁上来吗？他们应该是上来讲。刚刚上来是谁？谁有上来这边的？特别翻一下好不好？刚刚有来这个地方的。对，如果找不到的话，就要重复。哈。找不到要重新再写过了。你刚刚。重新补啦。找不到的话，就要重新补那个修改。再重新再写一份的。就是原来提案有修改文字的。那这样怎么办？没关系，那就请他们要再提。如果是这样的话，劳动部这边要重新再提哦。补一下。你们要提供。看他们有没有影响。好，你们再花点时间再找一下哈。